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公布室。延续上个内容给大家讲啊，昨天呢我讲的一个内容就是，我觉得力不是从地传递到手面的，而是从腰胯传递到手面的。很多人呢就在评论区呢评论了他的想法，说不对。首先我跟大家讲一下，离地呢是肯定的，因为脚是一个支点，但是发力肯定是用腰胯发力，不是转脚扣腿发力。打个比方，我们转脚扣腿呢只是为了支点，做好我们这个动作，做出去之后呢肯定是力量很大，没有问题。但是我们脚如果抬起来，同样也是可以打出很大的力气，因为我们的力呢是从腰胯出来的。你看，同样如此，我脚离地了，我照样可以打出力，而不是说力是从地面传到手上的。大家仔细看一下啊，同样可以打出重拳。当然如果说是一直在专业队的一些运动员的话，他的腰胯核心的力量是更强的，那即使离地同样如此可以打出重拳，就是我说的意思。